您好，凯盛，了解一下，我们公司作为自动导航领域的领头品牌，有许多优秀的青年才俊。徐院士，您听说过没有？那可是我们项目的负责人，您瞅瞅，形象突出，能力突出，业绩突出。他腰间盘突不突出？你知道徐院士吗？徐院士，武大男神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他。我跟你说啊，他当年风光可真是一时无两啊。 四次全接第一，奖学金年年都能拿到手。对对对，我听说他毕业的时候还因为太优秀，被星恒录取了。人家现在不赖，你知道吗？有一次卫星载荷竞标任务出了问题，良禽教授想要找外援，第一时间想到的，就是徐彦石。太优秀了，这简直就是我们男人当中的典范。这徐彦石啊。 真不是人啊！怎么说？要我说，他就是个神呐！是吗？我听说他之前追了一个姑娘，追了10年，除了这姑娘之外，谁都不理，就一心一意对这姑娘好，简直就是我辈之楷模啊！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那还有一次啊，我们公司啊正好赶上一个重大项目，这徐彦石啊，为了不耽误跟他这个女朋友约会。 居然连熬了3个大夜呀！完成了工作，马上就坐着飞机去跟他这女朋友约会去了。别说他女朋友，我听完了我都动心呐。对，真好。徐院士要不要了解一下？老婆。 老婆，碰到你我就安心了。你知道徐院石吗？明儿早8点，木修球私汤，私通明天。怎么了？我天！哎，司徒老爷子，这是想通了。想什么通了呀？啊，一看你就是太年轻，涉世不深，约他干嘛呀？约他泡汤，那泡汤不就等同于泡汤了吗？ 圆圆这孩子，干什么事都3分钟热度，想干什么干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我倒是记得他在高中的时候崇拜过一个男孩，可没多久，很快就结束了，所以我也没在意。我是想让他在感情上自个儿多闯闯。董事长，其实您刚才说的那个高中的男生。 就是我。怎么了？你好像撞了不少，怎么还一身汗呢？ 我写代码太费力了。有病，我又不傻。那就当弥补我，剩下我了。Root them。什么？意思就是，距离5月30号，只有1个月的意思。 不好意思，陆总前不久好像和维林的陈叔走得很近啊。怎么这两天我看着你和腾飞的小梦又在一起了？嗨，你知道什么呀？他们啊就是看咱们陆总的钱了啊。这种女人啊，现在可多了去了，你说是吧，陆总啊？陆总来了。 坐那儿歇会儿，啊！女孩子也不容易，各取所需嘛。啊！我跟你说啊，一会儿呢，我先打头阵，控制住这个大尾巴狼，你紧跟其后，好好发挥发挥你的实力，听到没？好，我去了啊！哎，兄弟，站住！ 嘿，等等，那个人是我师。
钱我有，今天我想要人。确实啊。怎么？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？不是说出差了吗？飞狗瑞鸽子了。现在跟我真的很可怜，要不然你去劝劝陈叔。我觉得你找他比我找他管用。我觉得我得先找陆东聊聊。你找他聊什么呀？你说我跟他聊什么？我发誓，我发誓，就他真的没有追我，他追的是陈叔。高猛现在真的很可怜哎。Baby, I'm falling in love. Baby, I'm waiting for you. 那天陪的冰河，是我有你就足够。Everything, every time, 陪伴我们每一刻。Baby, 在我的世界。我们怎么了？你好帅呀。你不去也没回来。那我要是一直看不到消息，你就整个误机了。嗯，只能感谢。这么喜欢我？你知道吗？回乡道的回有四种写法，许愿写的缩写也有两种意思。这不是 XYS， 而是你仔细看。怀真哥哥，怀真哥哥，那就是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哥哥。我今天要是不主动过来的话，你是不是要放我鸽子了？是怕你忙吗？哦，我困了，想睡觉。那早点休息，晚安。再说一遍，第二天。